是日日。那么今天呢，我要来教大家做一个适合春游出去拍照的发型。那我们开始吧。藕花香，染艳阳，惹那诗人总不随他，陪生畏琴声而退，斗胆量一枝梅叶丹砂，花窗开心随他，谁不作美偏起风沙，一捧窗月色轻黄，厚恩的欲望已细化，试问多一份情又怎地，站在别人的雨季，淋湿自己空叹一出戏，空望他功成名就又怎地，成金羽翼，岂不知你已在花里。
些酒，看一程再回首，恰似初秋，夜临走将柴扉尽头，绿山树红叶尽透了眼眸，那首歌更在喉，唱罢无人回头，轻声笑共在慰，就完全绝版了，就不会再卖了。然后最新开团的还有这个发饰，这个就是之前那个不需要发包就可以做的那个发型里面就有用到这个发饰，然后之前也做过小姐姐上天吗那一期里面用的就是这个发饰。这一期这个发饰呢现在也正在征集，然后也是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征集时间过了以后就绝版了，不做了。那么特此通知，如果想要入的小仙女的话，可以在那个简介里面找到代理店铺的那个店铺名字，然后复制粘贴进去就可以找到啦。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